来自乌克兰的古敦科，第二个出场。踹燕转体，啊，是一个柔韧性动作。脚抛球，那么接踹燕转体，但是他完成的不是很好。啊，两次前软翻接球。大量的柔韧性动作，非常的漂亮。好，古敦科这一套球操的动作完成了。16.200分。